这里马上就要塌了，难道这次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魔族小心！谢了。河里先把婴儿送出去。这么早，没讲清楚怎么飞上去啊？活着真好。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。别急着感谢，不可遇见。毕竟人魔不两立。你们给我做了什么？如果我死了，就算是魔神皇，也救不了你。女儿，该回家了。